是代班主播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超级可爱的？这个是卡士达口味的，我们看它的包装，非常的贴心又环保，怕你烫手。它上面还有绑麻绳哦。刚刚来的时候，其实它还没开门，可是外面已经聚集了人潮，是我排队还要等半个小时的那一种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它了，很香很香，那面皮是 Q 的，我一直不敢吃到中间，因为我觉得中间会爆浆，我用捏的给大家看好了。它的卡士达非常的像熔岩哎，它不是走甜的路线，它是走香醇路线哎，我觉得蛋味很足够，还有它的奶味也很香，配上它的面皮，好吃哎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抹茶抹吉里面是什么吧，这里面有一整块的抹吉耶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觉得它的抹茶味非常的清爽哎，里面还有一个抹吉吉，让你去混合口感，让你的口感看起来更多元化一点，好吃哎，这个真的好吃。我们现在在吃牛烧，他们把牛给肢解了，是不是很有创意？这边是牛头，然后有牛角，这是应该是牛的背吧，脊椎那里。然后这个是牛屁，那我们现在拿了原味口味的，你们看旁边还要放炼乳，我觉得这个叉子跟牛很配耶，这很酷，感觉像吃牛肉，可是事实上它就是个鸡蛋糕而已。我觉得奶香味很重哎，很香，咬起来很香。现在要来吃卡士达，我觉得原味跟这个的皮都很脆，但我觉得它的卡士达酱不是属于那种熔岩式的，它是属于你知道奶黄包吗？奶黄包里面的那种感觉，但它没有爆出来，但是你在咬皮的时候，它其实已经挤进去嘴巴里面了，好吃好吃，而且不会太甜哦。最后一个我要吃的是味酸牛，蛋糕做成牛，里面包鲔鱼，所以是海陆大餐加面包嘛，很像三明治哎，真的我觉得太配了。太酷了，到底什么 idea， 怎么拿的 idea， 好 genius 哦，怎么那么厉害，觉得这个口味是我会想要来这家再买的口味，好吃。我们现在在工具人鸡蛋糕，千万不要举手，不是你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最讨厌被人家当工具人了，所以我们要狠狠的吃掉它。这是贡图亚吗？这应该是钥匙，我觉得还是锯子啦，一字钱是不是很酷，超可爱的，这样吃下去是不是有一种在咬铁的感觉，有没有被骗啊？我觉得它的面皮算是比较硬的面皮，这里面是有包东西吗？很 Q 哎，没有，它没有包东西，它就是这么 Q。 他们家的鸡蛋糕呢，就是比较像是走原味路线，就外皮吃起来有点脆，然后越嚼也是越有香气的，价钱非常的平价，而且还可以拍拍照啊，玩点小游戏，也是非常有趣的哦。 I want to play again。 剪刀石头布，你们看这个鸡蛋糕是不是很可爱？这间鸡蛋糕叫做小确幸，它应该叫做小边缘之类的，就像我这种边缘人才会买来玩。剪刀布，还有一个石头，而且它有特地留这个边框，让我想到小林煎饼，虽然没那么厚啦，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边框脆脆的感觉，好适合下午茶，因为它应该再来一个不觉茶呀，或是什么奶茶之类的。你们看，很厚。你们看这个样子，是不是有点像那种蜂蜜蛋糕里面那种很绵密的样子？它吃起来就是这么扎实哎，我要把它吃掉，干掉它。对。